哇，不是人家，但是我们的。预言家了，网红的大嘴唇嘞，歌名《情人歌手刀郎》，你是我的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。回答正确。哎，就这么点儿，多放点，姐姐，我知道了。 估计陈楚生的歌，前面吉他那么一弹，估计也不怎么好听，也不怎么火，无所谓了，我们不 care 他。我们公布一下苏醒老师口中不红的歌曲是什么。估计也不怎么好听，也不怎么火。耶，你起码猜到了陈楚生的歌。有没有人真告诉你的？是这首歌吧？陈楚生，对不起啊。 夜店老斑鸠是不是？不是，我知道呀。北京欢迎你吗？对呀，你唱过的歌你都不知道。我家大门常打开，开放怀抱等你，是不是？歌手是群星。哦。这什么？我知道。新贵杯醉酒。 李玉刚，厉害！爱恨情，在一瞬间。哦，那么，好听啊！恭喜你们挑战成功！热身游戏之后，分贝家族默契一般，但音乐储备还不错，看得出来分贝家族有点功夫在身上。 对了，下一期就是分贝舞台了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。